我是东哥，我是小胖，我是安全官丁大夫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正式开启318徒步之旅。好，好，好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希望家人们多多给予我们支持，多多给予鼓励，多多给予关注。我们一定会一步一个脚印，一直走到目的地。你们俩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。好，走。家人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318国道天泉路段。这里距离西藏的拉萨大概还有1000多公里，此次进藏我们考虑了很久，现在正是7、8月份川藏线的雨季，我们还要面临着很多困难，比如说，高海拔地区会发生缺氧、高反，这种问题我们都要克服的。我也希望能通过这2个月时间内，小胖他每天说能走到30公里或者20公里，也对他是一种挑战嘛，对他日后的生活。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。不错了，做饭，做个拉肉焖饭，炒红心菜，拉肉给他焯一下水，来点火锅底料。大新锅，第一次用，炒个红心菜吃。这米饭，小胖也不得吃5碗。啊，真香！我天，这米饭，原菜外饭都有了。吃饭，工作太少了，这么好吃，吃吧，明儿有你瘦的。